轮到你了，让我看看你究竟有什么本事。有脚就行。这么自信？对。勇士山城小地群的理发日记，你准备好了吗？人气的一位理发师，小军，哇，动作太快了，哇，这简直是刘翔啊！这哪里是理发师啊？哇，上来以后动作非常的小姐。所以你说，其实生活在川渝地区的人们，就是爬上爬下、爬左爬右的这个能力还是很强的。当然了，山城理发师嘛，你看看，哇，他没有任何的犹豫。因为我听说，就是在重庆这个地方吧，被大家称作是一个八地城市，八地魔幻城市，所以我觉得可能在这样的一个城市生活，这应该是他们平时上下班的日常了。哎，来看看，一发入魂，一发入魂，能否一发入魂？哇，没问题，哇，漂亮！等一下，这次来到勇士营地，还有一段勇士感言。我是来。答应我爸来赢双开门冰箱的啊，三步在我后面，希望你能够好好看，好好学。山城小绿群到底是来自山城重庆啊？是的，登高速度非常快，就是楼梯没少爬。哎，是这样的。你看人生一串怎么样？啊，山城重庆呢，坦率讲呢，雨啊，并不是像广东啊、广西啊那么多，所以他面对这个洒满水的。一个个桩子啊，过去也需要技巧。哎呦，好可惜。其实这个呢，主要还是刚才过这个第三个桩子的时候啊，上面有水，太滑了啊。我觉得这个恶龙它这个关卡设计的非常的狡猾。嗯。那一关刚好是一个有弧形的一个面包的形状，到上面的人就只能狡猾。各位朋友们，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，我们现在赶紧就是多看一眼，就是山城小栗旬的这个湿发造型啊。Cool。有脚就行，但是脚滑了，今天就是这个，就有点确实有点滑。